啊，卡拉鸡啊，好啊，我卡拉鸡加北北。来，有没有要吃卡拉鸡的？刚才要买卡拉鸡的还有在现场吗？都没有了哦。还有人在吗？有人要吃卡拉鸡的吗？哦，这也是早餐店，大家都一定看得到，人家整好一袋50块啊。两个人特别啊，两个客人买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都给你了。啊啊，卖剩几条拢给你啦。想要吃锅巴沙巴面，200块就好，200块。来200，200块，200块。来，美女要，美女要。好，后面那个，后面那个，最后一个客人200块，这十几块啊？这边10几块都给你们了。最后一个客人没有了，200块，200块。最后一个客人200块，200块，还有人要吗？帅哥，再给你吃不吃得完？200不用，100就好了，100块。拿给小黄还有。来收。哎，鱿鱼剩最后这边了，有没有人要吃了？哦，还有没有人要吃？一样不要揪太多了。一个人炸两尾了，一个人炸三尾啊，两个人几尾啊？三尾了，来，一边一个啊，一个人四尾，一边一个人可以300面，200人。哎呀，把四条给你，四条给你200块，2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200块，遐大只呢，200块，200块，还有人要吗？四只给你200块。一次剩50哎，还有人要吗？200块，大哥吃不吃得完？再玩嘛，200块，150给你，这也是了钱的啦，150要不要？哎呀，要不要美女？大哥要不要？150，交交交，这，啊200块，来200，来谢谢哈，来，还要吃什么吗？200，哎我来了我来了。换哥哥拼了啊！啊，更会拼的出现了。好，叫张牌给我啊！我给我弄好你啊，干部，弄好你啊！拼哥来了，拼哥来了，干部，干部弄好你啊！不话不话，别个弄好你，青头。哇！弄好你，青头，别个。你笑伊啊！你卖莫讲个，邀请青头干部。过来，你看我青头啊！我今天是我今天要去嘞，太给我了。我是马在歇山那边啊，我无歇，我无那边啊。要去要去。我问他们啊。那个美女点虾子。只要吃虾子的。美女。啊，咸猪肉剩这四条无啊，一个人加买什么吃无啊，拢去。啊，什么吃的300的，啊什么吃的300的，300块300块，两个人加买什么吃的百五的150，两条哦，两条150。妈妈，你爸爸给我到咸猪肉下手。弄买袂过啊，好不好？你要买，怎要买？我了解了一届哦。我讲我真正唔爱咧花，两个人加一人两条，再加了解一百多，一百多。了解。我走，老妹。我讲啊，你我讲啊。要等一边。无咧，条条，有咧两条，剩两条，剩四条咧变来啦。我见啦。今日爽爽的啊，今日七百无要紧啦。哎，今日七百无要紧啦，你今日要鸡腿的无？碳烤棒腿。无，伊逐工咧拼的啦，我好好拼。啊，大歹势，啊，这歹势，啊，这歹势。你今日要鸡腿的，碳烤棒腿，规支大支的哦。第九项用烘的，用蒸的，我烘一支偌济？100块，一人一支，来一人两支。来，啥物食的？免500，300面，200到要食200块，200块。鸡腿到要食的200到200块，200块。碳烤棒腿啊，这是大支的哦。无安尼啊，这支够哩，这支够哩。它有一个碳香味，非常的好吃。一人炸3支，大支的无爱这支够哩。这几个哩，这几个哩，全部5人给4只无安尼啦，这几个？2个。上尾2个人给，上尾一个人给200多，200块，200块，200。无啊无啊。无啊无啊。再无啊，再一个再一个。鸡腿鸡腿。碳烤的碳烤的碳烤的。来，妈妈，我问一下，你敢有特别喜欢食啥物件的？你若无，我凊彩乌白花乌白白啊！来，一起给我。啊，咸鱼到要吃啊？卤味的，卤味的要吃吗？没有了，剩这些而已。来，我就一个人去。来，我好，第二地行一条，来100，来2地哦你，来3地哦你，来4地哦你，来5地哦你。两个人给抓无啊？200块，200块，200块。哎，200。五地卤味是啥物吃？200块，200块，200块，200。200，还大尾啊？200块。有一个妹。卤味小鱼一条买20块，我咧考虑。来一条哩，来两条哩，来三条哩，来四条哩，来五条。市场难得有妹子。200块，200块。哇，帽子戴太深，看不出啊。小宝姐，什么价？200块，200块。
来，多谢，多谢讲来，吃吃吃吃吃，来大一千块钱，这顿够十块了，来十块就对我卖物件简单，你干嘛要干八包鱼翅鸡？妈妈，我是来讲哦，这包好吃无？我来讲，你头去问看卖啊，再探听看卖啊。北路咧，这包上好吃，全台湾天这包是上好吃，腰上好吃。放下放干，还要放干贝，搁鲍鱼，你等下搞用火烧。放下放盐水，放一寡乌醋。莫讲我好一只卖三四百，剩只尔，全部只个人价，一两三四五，五人价免五百。三百多，什么只？三百块，三百块。哎，三百。来，到尾鱼翅鸡三百多。我讲啊，听恁高兴一下，一人炸一只那个翅只，莫好记介绍，一人一鼎哦，一人一鼎哦，免三百，新台币。两百多，两百块，两百，两百，两百。阿娘喂，吓死我了！一人一鼎，百五多，一百五啊，百五啊。阿妈了钱，百五，百五，百五。我也要加几啊，百五，百五，百五啊！来三个啊！百五啊，百五啊！遐只硬啊，遮真系硬啊！遐你我讲啊，遐真正哦，遮硬啊！计计百五，百五，百五，计百五。不要客气啊，不要客气。来，落过来，落过来，百五，百五，百五，计百五。来，百五，百五，一二三四五。过什么价的百五？大家找你。过什么价的百五？过什么价的百五？来啊，五百个买一百了，五百个买一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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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来，五百个买一百，五百个买一百，一百好啊，进来啊，五百个买一百，进来啊，别弄啊，别弄啊，别弄啊，五百个买一百，五百个买一百，五百个买一百，进来啊，没有，好，别客气啊，别客气啊。上半节五百，哎，不是五个吗？上半节是要一百哦，一百五百，一百两分大，我要加一百，要了钱啊！哦，啊，加价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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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那个五百吗？我在这里啊。我买一百一啊。那有可能？还没做多好吗？没做多好吗？十包啊！啊，有一个项无买，项无买有买去啊，有一定有一个无买去啊，一定是有一个无买买去啊。对啊，一定有一个无买买伊的，无无可能伊遐四包对啊。我只两个啊。两个。三个四个，咱来减一包。好，我给，我给，小我代志啊。哎，你要不要意大利面的啊？无啊。你们要吃意大利面吗？最后一二三四五六六包。哇靠，扎到两一包，我得六十块。这边六包，不用三百六，新提钱哦。三百面，两百都两百块，两百块。哎，两百。两百，这么价，两百块，两百，伤济吗？啊，想做无你买一半一百了。哎呀，姐，上半节一百块，下半节还没有了。意大利面上半节下半节一百，上半节一百，下半节一百块，上半节一百块一百，一百没没没来。今天哦，真的是哦，没有关系。来，哎呀，哎呀，我，哎，我比啊，我比啊，我比我比啊，我在。你伫我家买过这只鱼啊？俩手姐，我比啊，你买买过俩手姐？你买买过这只俩手姐？有买过举手，拢买袂过哦。阿妈，我先甲你报告一下哦，这可能无货啊哦，这个瓦米啊，这种甲你抬好啊，你等下要煮，你用煮汤的就好啊，用煮汤啊，用炊就好啊。哎，你卖看就坐买咧，这有够好食啊，你都发清理的咧，都发清理的哦。拿什么吃？五百，这个干么吃？瓦米啊，五百块。拿什么瓦米啊？五百，这个干么吃？五百块，瓦米啊，这个瓦米啊，平的瓦米啊，抬好啊、哦。但是搞用炊，等下用煮汤的就好。来，什么吃？五百，这个干么吃？五百块。到咧想诶，五百了，到尾只五百块，剩只尔哦。阿妈你想诶哦。我问一下哦，你想要用这只鱼啊抓手者？你我看者，你有咧想诶抓手者？你有咧想诶抓手者？拢无哦，有人咧想无？有啊。你有咧想啊？阿母啊，这拢互你干好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包，拢互你，干未？我知你食未了啦。我讲啊，今日哦。有人，但是我讲无买手，无要紧，一两三四四个客人，吃那一包啊，我发五百，话两百发千，全部四个客人，免五百，三百多，什么价？三百块。来，三百加钱。等嘞，来一包给你，一包给你，上尾一个人计无啊？三百多，三百多，三百多，总来总来三百多。来，加一个啊！三百多是瓦米啊，这比肉只较好吃。我加两个啊。三百多，三百，三百，三百。杰尼龟，我先要进来沙巴，瓦米啊，我先要进来沙巴，都三百沙巴好沙巴，那瓦米啊，用煮汤诶，煮姜丝汤，炊姜丝好食，保鲜好食。我先要食瓦米啊，哎呀，好笑哦，哦，水无，这种太好啊，
这个大尾，这个大尾，这个细尾，我想要吃的三百了。我想要吃的三百了。我想要吃的三百了，三百，一百五二啊！想要吃的三百了。来三百，三百。没有啊，不要想要吃的三百，三百了，都有了吗？大姐，这个外皮啊，这种太好啊！吹吹球丝，煮球丝汤就好吃啊。等我哦，你等到伊无事啊，伊加一个两棍尔，来一百五二，免一千，来想要吃的三百了。来棒棒腿，我先要进来三把，这三百块都有了哈，我有来收起来，没有关系哦。来，棒，这个真的是叫虾虾卷啊，哎，棒棒腿，好，棒棒。这个叫十三香烤棒腿，这支色的啊，这支色的啊，妈妈我来讲，这包我爱100%讲好吃，我昨仔食尔，配冰蕊虾，用烤箱虾是好吃，有够好吃，十三香的。我好用这包用火烧，自制的香香的，一包叫开300，我要先提钱的200都够要吃，200块两包。来200，200怎么吃？十三香烤爆筒怎么吃？200都，200怎么吃？200我存起来尔。我会知哦，你莫好记介绍，一人炸一包当个试吃。我会知你包买200种行是足好足俗的啊。我讲啊，规日安尼啦，一包够你啊，一包若歹吃，后礼拜提退钱。一人两包，2、4、6，六个人计，五人计，200来两包，是三箱烤棒腿香，三箱烤棒腿，是三箱烤棒腿200200块200块，两包我怎么吃？200块，上尾三个敢无200块没有了，上尾三个敢无200块，好吃哦，就好吃的啦，是三箱的呢，是三箱我怎么吃？200块，两包，不是十三，六个人计，七个人计，吃看卖啊，真正好吃，100块。